这里这里这里，下面那这是什么？这个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你们都没有情绪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哎，别碰什么东西！等一下，你小心一点开哦。这是抢的，大家都是越搞越想听来主持人，你不要那么小气吧？没错，正确来讲你也是学妹，尊重一点。欢迎主持人，欢迎欢迎。性感睡衣迎接我们，然后睡眼惺忪，哎，很性感哎，哪里？哎，全部都遮住了，到底哪里有那么严重？你这么拖，你这么烦哎，这可以吧？那带我们参观一下吧，参观一下好。首先呢，这边看啊，就是一些鞋柜，鞋柜，哎，别碰什么东西，等一下，你小心一点开哦。这是鞋柜吗？不是，啊，这是乌衣柜，对不对？乌衣柜，对，它就是你出门啊，然后可能就是穿个衣服，因为其实我在家都不穿衣服，都是全裸的。那你是说怎样？你应该要全裸？哦，我鞋柜真的是，我鞋子很可怜，它蛮挤，对，很拥挤，蛮挤的。可是以女生来说，这样鞋子不算多。哎，其实不算多，哎，对啊，其实真的，因为我已经买不下，所以我就不敢买。我慢慢往这边移动。让大家参观一下，这个是巨型垃圾，这个。哎，为什么你会弹钢琴哦？对，哎，这哪是巨型垃圾？这才5万多块，这是你自己买的吗？对，这是我自己买的。那你为什么要买？因为家不知道做什么。练个才艺。对，那我就想说，可是我可能练才艺的话很容易放弃。对，我就想说。该是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就是一定会逼自己去练，所以就花大钱，直接花钱买了这一台。嗯，但后来就真的觉得天啊，真的太难了。然后我后来要做指甲，没办法弹。哦，这是你以前哎长发的时候。对啊对啊。是谁？你这个？是谁？这是林香哎，你骂林香的话干嘛？是，这是林香吧？哎，这完全不是你。但我得说，他真的画得很不像我。谁啊？你拿来，你拿来，我觉得那张有一点点像充气娃娃。这个碰喂啊，没有，就是因为这样的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回不去了。写真旅行，你要一秒上镜，一二三，不一样哎。大家帮我们留言一下，看看喜欢艾龙长发还是短发好了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吧。继续开，拍。我看到我的爱牌了，爱牌什么爱牌？你喜欢这个吗？我超喜欢他们家的，真的，就他们家的香水。现在可以看房间了吧？我想看他房间。对耶，我们看一下那个闺房，没错，最隐秘的地方来了。来来来，看一下我的房间，闺房。哎呦，好舒服。哎，我的床，我觉得对，蛮贵的。我想知道贵的定义。贵的定义，对我来说的话。7-8万的话就算贵，很贵。哎，这床单很好看哎，哪里？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白色现在看起来都变灰灰的，灰灰那是光好不好？那你床铺买这么好，你的棉被是这种烂烂的，你真的很奇怪哎，这哪有很烂啊？这很好吗？我那时候是去一间很有质感的店买的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对，但是我也忘了在哪里，然后多少钱。反正它就是很好的。来，你们这样来摄影师照一下这一坨，有没有灰灰乱乱灰灰脏脏的？看起来没有香香的，干干净净。看一下有什么奇怪的毛发。有插队。这个是男人的头发吗？这个？这里还有一根。哦。哎呦。啊。这明就我的。哎呦，就是断掉就会长这样。好，你们要看一下衣柜啊，衣柜还没检查完。急什么啊？衣柜有点慌张。你着急什么？这里有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其他地方里的毛？这怎么卷卷的？微卷卷。以后先整理好了，你洗了。我有整理，好不好？好，打开打开。香，哎呦，有有有，我跟你说 ，Oh my god， 下雨好战袍哎！我平常你在家不都说你不穿衣服吗？准备再给谁穿？这件好漂亮，穿给谁看？这件我没有穿过。对，他没穿过哎，蛮美的。然后这个下面这个还在。我有在收集睡衣的一个习惯。我看到一个限制级的衣服哎，这一坨这一坨都是哎，那吊牌还没拽，这是怎样啊？这个什么香车啊？这个屁股会很卡哎。哎，为什么你要收集这种？对啊。哎，我忘记了。你裸体？我觉得是照片，可能我被照片骗了。你要穿给谁看？重点是。对啊，你要讲。这一柜，等一下，这一柜很贵，是 SM 在用的。哇，这是我买最贵的内衣，内睡衣。为什么？多少钱？这一整套大概10000多块，它是18K。哎，你买这么好干嘛？这是谁？你要比哦。怎么？那我要拆掉。
Podcast 滑蛋。他的那个下半身哦，也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这里下半身，他这是什么？这个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你们都没有情绪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你们莫名其妙，是脖子的、啊，脖子，这是那种大腿袜的啊，哦、就是大腿吊袜的那一种，哦、对，跟你讲，这个下半身超好看，它就是这样钉子的，我看到都觉得好不舒服，然后它后面这样，好卡，它整件就是没有包覆力耶，哎，整个都是透明的，对，而且你要练好你的身材，不然就是没办法穿这件，不如就不要穿。这是战袍对不对？算是战袍，这件有出现在我的写真里面。哎呦，你是因为现在他们男友都还没有看过我穿这件，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我应该是不会穿，因为他那个链子超容易打结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想说，这个枕头拿去融掉会比较方便。没有人想要那边穿什么睡衣，然后穿一个小时穿好。你们最后两个人坐在床边，然后在那边，哎，你帮我穿这个，你帮我穿这个。等一下，好解哦。就是很好看，很漂亮啊！就是自己穿的会觉得心情好。这是你没穿过吗？一百一 UK 多少钱 ？UK 是欧啊 ，US 啊，135，四千也是3-4千左右，3-4千块。你怎么3-4千买一套这个布那么少？布越少越贵，真的是贵了，我看不懂呢。没有，就是撑起来。但这套我比较看不懂。没有，它穿起来很好。那它是不是有偏 S M 的？对，有哦，好像有一点，有一点。这个它的下身对不对？下身怎么都是线呐、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件是我朋友逼着买的。哎、欸，这件，因为我那时候试完，他说你这件一定要买，就是要买。你那朋友男的女的？女生。他结巴。女生，看他们太弱那个，太弱的话，他才有。肉才会挤出来。对，可是如果你是刚好浓纤合度的话，它其实是刚刚好，然后很好看， oh, 可以想象得出来吧？好难哦，想象不到。哎，你口味很重哎，我发现。没有，这是我朋友逼我买的，然后又朋友。赶快收起来，好好好。看完了，哎，欢迎大家来当艾龙男朋友，你会很幸福。哎，这一间是什么？这一间就是我的直播间。直播间兼衣橱、衣柜哦，衣柜。这里，哎呦，女明星的包包来了，重头戏。哎、欸，有点寒酸，只有一二，只有三格。对啊，怎么都想到是整面墙吗？这是我的小包包们。哦，有。我跟你讲，最难保存的就是这个，因为是白色的啊，真的耶，它超尊贵的。那你有带去脏掉？跟你讲，我带过一次，然后它就脏了，然后后来我就是送洗了，就是拿去补皮。哎、欸，买来供奉者就对了。那个颜色，这个颜色很适合我哎、欸。啊，你今天可以，你今天穿白色，可以借你背一下。真的，你下次换手我会带。哎、欸，你跟你的更快啊！你的纸也给他是，不是因为他这个包住了，你看不出来。你要小心一点，他真的很容易折。他真的很容易折。那是羊皮的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随便买白色，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讲，这种包只适合一种人，就是已经财富自由的。我也有一颗白色香奈儿，我也没有很珍惜，因为我不想要被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每次到哪里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我的包包还好吗？我就觉得很解，就想那你就放着就好了。但这颗很可爱哎、欸，如果你不敢用，我可以帮你用。没关系啊，我不敢用。你有打算给他们换一个好一点的家吗？啊，看起来跟你的鞋柜一样，跟你的鞋子一样。在空气耶！不过我觉得他们住的蛮舒服。可怜那边哎、欸，你这边是真的包包吗？都是正的吗？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喜欢这个，这个我就敢乱丢，因为黑色小费包的、嗯，这个很可爱，真的，它就是其实真的很可爱。我觉得你蛮奇怪的是，就是因为。你感觉就是很怕他们脏，又很怕他们坏，可是你给他们住这么烂的家，因为正常是会给他们一个一个放好，或者是放防潮箱。放好啊！哪有你都压得乱七八糟啊！哪有压？没有压，我这是站好好的，这样站好。姐姐，带你回去放风一下。我家有给包包很好的。你要再想到，原来你在这边可怜，挤在这里。好的，哎、欸，但刚有讨论到一个有没有假包？对啊，你该不会有假包吧？就是之前某一任男朋友送的，然后送他假的，他那时候是送我一组，他也不是只有送我一个。一组是什么意思？一组就是他至少有厚背包，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皮夹类的。
因为我上海是30岁之后才买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我记得这个牌子不是很贵吗？然后我想说他怎么会买得起呢？我那时候也完全没有问他多少钱，然后我也没有上网查，然后是那个时候我背出去的时候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这包很贵，哎，我说有很贵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我想说。啊，就5-6万之类的吧。然后他说没有，这个要15-16万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有问他吗？结果果不其然，我那个包背了2天，然后他就脱线。才2天？这真是当初那一组的，然后就是他的那个金属就是会脱色、如果是，然后还有旁边就是皮都用不到一年，对，用不到一年他的皮就掉了。所以男朋友送你假包你是可以接受的？没有，我会希望他要老实跟我说，因为我不喜欢被骗的感觉。所以他可以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我送你这个包，可是我现在还买不起真的给你，这个是赝品，这个是假的。那我就说，你下次不要再买了，就是我们就是、就没关系，还可以买拿去买别的，这个就是比较低一点的，但是它没有那么高价，因为好的假包其实也不便宜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你就觉得，那你就不要送这个，因为其实我不是那种会追求名牌的。对啊，讲够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既然那个都是假的，然后又是你前几任的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国区让他过去，好不好？怎样？时间准备了一个。干什么啦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人生哲学呢，什么？就是要断舍离。哪来的垃圾袋？是我家的垃圾袋吧？哎，里面有我的一些东西。没事，银行卡。你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了，反正没事的。丢掉。过去让他过去，新的开始。我等一下帮你拿出来，不用担心，帮你清理。哎，要什么？因为它就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图案。那个时候我收到的时候，我好像可以让自己就是有无限的那种能量之类的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我就刚好也录完第一个，就是我人生第一个上的节目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名牌贴在上面，就是这个国光。还记得，对，我那时候上国光，然后还是惩罚，对，然后我就把那名牌贴上去，就是第一个，然后没想到后续就是有一些神秘的力量，让我的名牌越来越多啊，我觉得它真的很有效，它有为你带来有财运跟工作运吗？有，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开真的有哦，哎，宇轩，你那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有确认说，所以他有为你带来财运跟工作运，发财有，我就挑这个有来，哎，你怎么把它拿掉？不行啊！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行政都要换碟，不可能，掉了，不然就会被那个砍掉了。我跟你讲，哪会被砍掉啊？我们发展这么好，你没有？我跟你讲，重点不是这个花，重点是这个墙哦，因为这个墙呢，大家都是越走越不想听太多了，你不要这么小气吧？对，再来讲，你也是玄女，尊重一点。还有，玄女都是恒河血流成河。你没有听过1+1=2吗？算了算了，大家互相提拔，有什么错吗？因为我这样，有哎，我就挡住他的镜头，没事没事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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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贴额头贴额头，算了，这来来来来来。风水宝，你把它贴起来，你把它然后弄回去，弄回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毛蒜。三立严选，最划算。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